And now I want to see one more traditional Tianjin craft, New Year's pictures. Actually, Chinese people put New Year's pictures on the walls and on the windows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And Yaliuqin, I have heard that it was popular among the China for 100 years. So I really want to know how they make them.哎，老师您好。您好。你好，您是在做什么呢？我这是在印制杨柳青年画的线板。啊，这个画还需要印制呢，不是直接画出来的吗？是啊，它有一个印制的过程，这个线板是需要印制出来才能再去彩绘的。哦，那但是我之前以为这些画都是就这样直接可以再纸上画一下。嗯，那我可以体验一下吗？可以啊。 那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咱们就是彩绘了。那您说过，比如说画这么一幅画需要多久？我看才花了十分钟就画出了那么一点点。这一幅画要反复画什么，然后大概需要十多天。因为很多年了嘛，一些老板然后刻下来的。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创新的，那现在是。 这个疫情题材的，我们也有很多。然后就是我们新一代年轻人来画这个设计稿。